MCPP, on your mark.要配合今年主题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2光彩倾城风华再现 Reignite， 我们都落了不少功夫的。美白牙齿可以给人感觉更年轻更健康。今次会面牙医非常用心地准备了简报，讲下之后要面对的过程和步骤等等。与此同时，佳丽们亦向医生展示自己的牙齿进行初步咨询，话明造型大改造，当然还会有 catwalk 训练啦。导师们亦不敢怠慢，精心准备了课程给八位美女，由一个人开始到两位佳丽平排行，从步伐到身体的姿态，每个小细节都巨细无遗。见到他们由僵硬的身体到带着自信的笑容健步如飞，就知道辛苦是有回报的，大家要加油啊！要入娱乐圈这一行，艺人们背后都落足功夫，以上的训练都只是冰山一角。想知道更多有关娱乐圈的内幕消息，以下这个节目你一定不可以错过。